哎，完全没有啊，这什么鬼设计啊，超痛，完全做坏了伤害，要那么近耶，靠背啊，谁推定死亡会穿女仆装的啦，感谢各位。哎呦！哎，我的手怎么是绿色的？哎，为什么我挥手的时候我的手是绿色的？来，我们来玩个游。哎，你们觉得今天能不能十万订阅哦？我跟你们讲，如果今天能十万订阅的话，就代表我花了大概两个多月的时间，从三万订阅到十万。GCS 可以处理别队吗？也不是没有机会啊，我只能说也不是没有机会。对，我觉得我们是能赢的。我们 GLM 打的是 MOP， 然后 BRO， 然后打 Mad Team， 那这三队能不能赢一队呢？有点难。对，希望至少可让我们可以赢个一队，好不好？不管是哪一队都好，希望可以赢一队。怎么没打 HKA？ 对啊，我也很想要打 HKA 哎。我们今天就是来测试勇，我感觉他现在被动改得蛮痛的，对吧？现在应该是改得蛮痛的。哎，不是我晕眩吗？再试一试。对啊，要近距离才行。傻小。也没有啊，哎，完全没有啊！哇，这什么鬼设计啊？这什么鬼设计啊？不是，我知道要贴身，但是。你一个射手怎么可能贴着人家？重点是今天你玩勇，你被贴就掰啦。这个普攻伤害很高，超级夸张，超级夸张，超级痛的。哇，这二剑太烂了吧！哎，这二剑真的很烂，这二剑跟大卷都很烂。很烂，但是普攻很强，哈哈哈哈哈，这到底是什么鬼啦？没有，我跟你们讲，技能都是让我们发动普攻的被动，好不好？技能不重要，技能不重要。哇，这大嘴最好会打到人呐、啊！这大嘴最好会打到人。二说勇 T 一吗？没有，勇的伤害确实很高啊，只是我比较苦恼的是他的二技能跟大嘴。我觉得是可要做的更好一点，你知道？这凯撒怎么打我？我觉得这二剑跟大绝做的更好一点吧。目前真的是偏懒蛋呢、欸，他的实用性有点不太好。这大绝的实用性有点不好，但伤害是真的很高，伤害是真的超级高的。目前很夸张哦！来，干掉，干掉！哎呦，哎，为什么他弹两次啊？为什么刚刚那个谁，那个莫托斯弹走两次啊？哎，有人知道为什么吗？还是阿奈特？哇，我真的超级痛的，我打，真的是超级痛的，超痛，这伤害做坏了吧？
这伤害是完全做坏的伤害，这真的是完全做坏的伤害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，这个伤害。所以二技能不能乱开是吗？二技能就是要等，等有人贴再弹走，是不是这样？好像是这样子吧。哇！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哦，有一个问题是我玩勇，我就不会想要被别人贴得到啊。对，这是如果我自己玩勇的话啦，我不会贴着人家去开二技能啊，这超白痴的欸。因为目前普攻伤害真的有点太高，太高。真的是太高，所以我认为可以把普攻伤害改低一些些，然后二技能跟大绝改强。二技能改的部分就是你不管多远打到人都会有晕眩跟击退，对，不管多远都可以有。然后大绝就把这个大绝的速度改快，对，我觉得这样子在我心中是一个很不错的人。不然现在伤害有点太高，真的真的伤害有点太高，这伤害是一个完全做坏的伤害，就是你不可能有一个坦克坦得住，不可能。所以普攻伤害一定要改弱了，对，这个是目前我的想法，目前我的想法是这样，玩了一枪的想法是这样。这普攻是真的太夸张了啦，我跟你们说，都是随便打就打38%、哦。那我去训练墙看一下那个距离好了。呀，你先不要动啦。哎，这个距离也不行。这个距离已经很近了呢，还不行啊？要正面，对啊，这是正面没错，这是正面没错，正面没错，后面也可以啊，但是是真的要很近，真的要很近。啊，你看这啊，你看这个都不行，但是我往前一步，这样也不行。哇，要那么近呢？要这么近才可以哦，这么近才可以哦。哇，到底是谁设计这个鬼东西的？哇！订阅一下啦，让我们到达10万啊，好不好？698，699，哎，怎么掉？哎，靠背啊，谁退订？别闹啊，上去，对，没错。对，上去，哎！好，好，你们要这样子玩，好，我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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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啦，哎，靠背哦，哎，你们真的好坏哦，827、835，哎呦哎呦，很快，很快。哎，果然假装生气是有用的，漂亮漂亮，你们都被我骗到了，好爽哦！嘿嘿嘿，哦，没有啊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哎，还没订阅的观众们按一下，按一下好不好？按一下啦！10万会穿女仆装的啦！哎，怎么掉啦？等一下，我现在坐过山车是不是？呜，又上去又下来，呜呼呼！算了，不看了，不看了，我心脏快受不了了。道歉哦，对不起各位观众。各位观众，我诚心的跟你们道歉。刚刚我不应该是假装生气的。哎呀，9994，呜呼！
Nice， 上去了，截图截图，感谢各位。哇，辛苦这么久，终于十万订阅了。哦，好想哭啊！哇，我现在有点感动。哇，我现在真的有点感动哎。哎，靠背，我怎么在开麦啊？靠背，我怎么开到麦去啊？谢谢队友们，我十万订阅了，谢谢。靠背，我自己开到麦我都不知道。